没有一样吗？一样的价钱吗？哎呀，也没有办法咯，赚一点点咯。人家都惨了，还要请假，可怜哦。人要吃的没得吃。我叫陈美环，今年57岁，我在这里卖面卖了20多年。那时还没有 MCO 的时候哦，咖啡店是5:30开门的，我的工人呢就5:30就过去了，过去准备东西咯，开火那些东西咯，我就6点，还没有到6点我就过去了，最迟就要有6:30还有的吃咯。现在MCO 到了 ，MCO 开始我就没有这样早出去了，因为不可以这样早开门嘛，要7:30。还可以营业吗？开始的时候是 OK 的，现在就下了。是啊，通通人做工了吗？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做工吧，要打包吗？现在就下去了，下回上次这样的生意了，一起来点点哦。那猪肉也起价，菜也起价，会很多了。我今天买一个菜心的猪肉啊，9块呀、啊。你叫我买多少钱？4块3块。那个青辣椒啊，那些 MCO 的时候啊，买那个青辣椒，15块、14块，我只有买那个辣椒啊，买9kg就100块。啊，辣椒卖了，还没有材料，还没有放完。我是义乌来在巴山订的，打电话去订他拿来的。那个猪肉啊、菜啊，通通都是人家送过来的。好像MCO 的时候，那个巴山很严哦，他就没有去啊，我在那后面的 market 买哦， market 买更贵哦。要买的东西有的又没有，我就没有卖这样多东西了咯，通通都是打包多，他们讲明大明啊，不要做就喝茶，通通打包回去做工，那些也是打包啊、去他的车里面坐着吃，收档呢就早收档咯，做到11:30就收档了咯，天天都饿啊，那药水和那个什么药水，家里是要干净啊，做食物吃的哦，家里要干净，天天洗手洗到手都要脱皮了。我也是买了机票要去旅行的，不能去。24号飞的吗？今天不能旅行了，明年弄，明年再弄。